老公，咱这间不是新厝吗？啊，奈这个水槽把不是要拆掉的啦？较有可能呢。你前面厝的时阵，我有叫迄个南部上有名的省府院长来验了啊呢，应该是无可能会有状况的啊。啊，都真正的啊，我一定用几啊届啊，拢也袂通。好啦，我去靠省府院长啦，我过来看卖一下啦。头家娘，你水缸内底有塞一个物件啊？老公，你倒有个耳套上塞下？无啊啦，无可能啦。上古烟雾的师傅，你规间厝搁甲我顶晓一届，看伊底搁有甲我偷藏诶。哎呦我的妈！头家娘，假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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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古烟雾，你害死啊啦！害什么害啊？惊！中古烟雾，让你住上久。